高 Sir 呢度咯。佢哋话你一定会冲入嚟，果然冇估错。佢哋话你装我，我都唔想噶，佢哋逼我噶咋。林 Sir 唔使内疚噶，你睇真啲，睇下高 Sir 收埋支咩枪，黑星嚟噶。高 Sir 都系谂住揾你过桥啫。高 Sir 你之后一定会杀佢灭口噶，我。但系佢讲嗰说话系咪真嘅？你咪真系想杀我皮楼啊？谂你冇嘢系嘛？我哋两个几廿年兄弟，你连我都唔信，你信呢个连面都唔敢露嘅外人？枪嘴唔系攞嚟对住自己兄弟嘅。我问你。你是不是就是我哋警方要找的人？是啊。我是不是得罪了你啊？定是因为我以前捉过你，而家你回嚟报仇？错。你是一个警察，查案捉人是你的职责嚟。我又怎会因为呢啲嘢而同你有仇啊？但是你想住咁黑杀就令到我好嬲。我希望你不要下一次。OK？ 我在受训嗰日。你又要我攞跑，又要杀我，仲要我当住咁多人面前讲故事，究竟你想点啊 ？No no no， 我唔系要侮辱你，我想帮你啫。你唔将心入面嘅嘢拎晒出嚟，你点摆翻啲新嘅嘢入去啊？不过你当日讲嗰个故事，同我想你讲嗰个有啲出入。你喺联运做卧底。为了上位，你亲手杀死了一个警察，然后又同联运大佬的女儿生了个 BB。你像其他卧底，一定会同个女人带埋个 BB 远走高飞，但是你偏偏冇，你仲 set 咗一个陷阱。我是妻人，9月19日，联运烟消云散，乜嘢都冇留低，净系留低一个3个月大嘅 B B。今日呢个 B B 已经长大咗，就系高家乐。你有权利讲你要讲嘅嘢，但我认为咧，你啱啱讲嘅嘢全部都唔系事实，包你嘅，你讲乜都得噶啦，你话系系。好嘢，讲大话真系可以唔眨眼，瞳孔冇扩大，心跳 keep 住都系63度。我想问下你讲大话咁叻，系天生嘅定系后天培养噶？你同连云咩关系？Come on， 联运只是一个故事，但是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，I really like you。你喜意我，但我真的一啲都不觉得荣幸。你心狠手辣，六亲不认，杀人不眨眼。我觉得以上所有嘢都是优点嚟，因为你同我是同一种人，摧毁就是为了建设。我想你完全不明白我，我是不是这种人呢？你未必清楚。会不会找一次你露下面跟我一起喝杯咖啡，我将我这一生所有的事情说给你听，会不会这样好一点？高 Sir， 我想我认识你比你自己更加清楚。如果不是，我不会选你。选中我？选我做什么？我是做国际贸易生意，一路以来如果不是得警方协助，我怎会做到这么大这么辉煌？我有好多次都有机会杀死你，但是我冇咁做，因为我真的好中意你，我拣中咗你，要你同我合作。你今日有咗林 Sir 咩？林 Sir， 林 Sir， 你知唔知道如果你唔帮我攞呢份卧底名单，我一样有办法攞到。你当差咁多年，乜嘢都冇做过，
只是靠行贿受贿这些东西你可以坐到今时今日这个位置，你的人生已经去到尽头了。林 Sir 呢啲咁樣嘅人，我又點會揀佢合作啊？ Yeah! 林 Sir， 你唔係諗住打落個電腦嗰度，你傷到我分號噶嘛？用下你個腦。我問你，喺受分嗰日，你專登留低部電腦，引我哋警方走去社團嗰度拉人，跟住你就幫嗰啲社團嘅人殺曬我啲卧底，係咪？Oh God！ 我都冇想过成件事可以咁顺利。高 Sir， 我哋之间好似好有默契，希望以后应该要多多合作，强强联手共建未来世界。高 Sir， 你话好唔好？我睇呢个样好似唔好认同，系咪我有啲乜嘢做得唔够好，仲要改进？你话我知，我可以改。我只可以讲，我完全唔知你讲乜嘢，我冇其他意见。咁我哋就可以去下一步。我会帮你搞掂埋我嘅，跟住由你做总警司。我要做嘅嘢已经做咗啦，你仲想我点啊？做一场戏，我要你扮开枪打阿高 Sir， 然之后高 Sir 一枪打死你。你想杀我灭口？冇咁易。你睇下你架飞机咁近，你都打唔中，你做咩警察啊？唔系我要杀你灭口啊，系高 Sir 要杀你灭口啊！我冇讲错啊嘛，你死咗条心啦！我绝对唔会同你合作噶，我更加唔会杀我自己的兄弟。你睇唔睇到啊？我哋兄弟嚟噶！你唔好听佢讲啊！佢缩埋我哋嘅咋？林 Sir， 做完呢场戏，你老婆就会收到大大嚿嘅抚恤金。相反，你唔做嘅就咩都冇。但系结果咧，你一样要死。我知道你唔会开枪嘅，系咪？对唔住啊，我系个执法者。虽然我哋系兄弟，但系你出卖咗我哋啲卧底，害死晒佢哋。今日我一定要拘捕你。我而家就赌一铺。我买一蚊，我赌阿高 Sir 一定会开枪打死你。好，我咪谂一齐死。林 Sir， 你总算可以俾啲惊喜我。不过你份人连枪都未识用，你会用炸弹？睇下点？你觉得呢，高 Sir？你唔好开枪，我跟你班差官，我答应你，你嘅嘢我一个字都唔会讲。你两兄弟唔好再喺度嘥时间，因为警察就到噶啦。走。阿泰，你真系帮我？我哋兄弟嚟噶，冇得拣噶啦，你走啦。但我想自首啊！你而家自首？你几多岁人啊？你入咗去，你觉得你出得翻嚟咩？走吧啦！但你放走咗我，你点样交代啊？你求其向我开两枪，我当追你唔到咪得咯？诶 ！Yeah！ 爸爸。一路走好。